到迟到仔啊。在我们家的屋顶上，对，风很大，所以声音可能不会那么清楚。好，你现在看到就这边，我家这里算前镇，接近工业区域的地方，很爽。尤其是台风刚过后，天气又很刚好，尤其今天没出去运动，不过能拍到这样的空气、这样的天气、这样的景，就是夏天南部会有的特色。不要再跟我说高雄空气差了，好不好？夏天都吹南风，你跟我讲空气差，差你妹！台北才差。好，就这样。We'll see what's gonna happen. I'll see you guys later. Bye bye.